请白卫云教授上台做发言，郭泰安老师准备。白卫云教授上台发言，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一下。大家好，简单介绍一下，我来自河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平时主要讲医学科，现在是胸心外科主任医师，另外是中西医结合主任医师，先后毕业于河南科技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河南中医学院中医学专业，所以我是一个中西医结合的大夫，有幸参加了这个光老师前一段主持组织的脐带反射实验，我全程跟踪了。为什么我要跟踪呢？因为作为一个医生啊，是非常对任何一个实验是非常严谨的。我之所以来这以后，我就开始我是非常不相信这个东西的，我说我要亲自看你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东西都不能离开我的视线。鸡蛋取过来以后，在这个锅里边放上去煮的时候，我煮23分钟，煮熟以后就是说我要做透光试验，然后是黑色的不透光嘛，到熟了以后就剥开一个以后，我就把一个熟鸡蛋随着我吃掉一个。另外呢，让学生进行翻身，当时这个尹教授全程录像，就是我们都在这儿见证吧。出来以后就是说翻身以后，我们又磕到碗里面是一个完整的丸黄和丸白。所以根据这个情况呢，我就把这个详细的这个鸡蛋翻身这个资料啊，我又查阅了这个国内外的大量的一些文献资料，包括生物的、医学的各个方面的资料，我总合了一下，写了一个鸡蛋翻身实验的实验报告，发在了写真地理教育科学那个栏目。现在这个杂志部分专家可能已经有了，这是一个官方杂志。现在大体吧，就这个实验就简单介绍到这里。另外很多老师都讲了关于这个意念也好，灵魂也好，诗人也好，很多这些知识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我简单的举一个例子，举一个什么例子呢？比方说我站在这里，我的大脑想在了我站在北京天安门前，我站在了青岛的五十广场或者华山的索道，但是我的一瞬间我就能想到我站在哪个地方。你说我这个思维用什么方法去进行鉴定呢？你说我用一个电磁波，用一个物理的光电子，这都不是现实的，都不能被我都所说的物质不灭定律或者能量守恒定律都不要完全的受这个框架限制，这个东西是不可想象的。你说我在那儿，我想到哦，好，我跟这个宋老师握手了，我没有给他握，我想象握了，但这个之间怎么你能看到吗？你能拍到吗？你能监测到吗？监测不到。所以这个思维要打开这个脑界。下面今天我们的会议是人体科学，人体科学应该是按照钱老的说法，应该是中医学、气功学和特异功能三者的结合，这就是包括了中医学或者医学。那么研究这个课题要不要医生参加呢？我就是一个医生，所以我希望更多的医生参加进来进行交叉学科的演练，让这个真正的服务于病人。刚才这个老师也讲了怎么意念制定等等等等，只要说用到了人体上，服务了人体，这就是我们的胜利，我们的创新。下面开始，这
个我的简单报道一个题目，就是人体科学与中医五行学说的关系，就是把古老的中医与现在的人体科学，我们要串联起来，让他们融合一下。这个早在80年代，我国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前面将人体科学定义为，就是刚才我讲了这三个情况。这个五行学说呢，就是将自然界的五种物质是什么呢？木、火、土、金、水。这五行学说呀，它里边有着五行相生、相克、相成、相无这个基本的制定原理，或者说自然界的五种属性，它是相互制约的。这个下面的气功很大程度上都是沿着一个古老的经络进行运气，一般叫什么叫气沉丹田，丹田就是在肚脐下大约2寸左右，那个地方就叫气沉丹田。特异功能嘛，现在很说是真伪，是不懂的人在真伪，我们这个在做的人可能已经就不再真伪了，为什么？这是事实。下一个，只是我们钱老，我查阅了资料，他写了3本书，其中就是说第一本就是《论人体科学》，1988年出版；第二本就是创建人体科学》，1989年出版；第三本就是《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发展纵横观》，1996年。这是我找到的3本书，只是前两本，只是第三本。这个五行学说吧，刚才讲了，下一个这个都不说。这个五行刚才好，就是还是这个五行学说，就是木火土金水。大家看这个图，看到木火土金水它的相生关系，下一个继续讲啊。木整个顺序转的是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想一想，木为可以不可以生火呀？这个木它点着以后必然就是火，这是一个很朴素的东西，当然了它概括的面不只是这一个。火生土，这个火生土的解释有很多解释方法，一比方说一个盆子里的水，有水有土，火的燃烧会把水蒸发出来变成土。另外这个木燃烧过以后，这个灰，木生火嘛，火把这个木烧了以后，这个灰到土变成灰烬，也就是灰尘的土。土生金，什么为什么土生金呢？再简单的讲，金是从哪里淘出来的？是从淘金那个砂金里的矿石里头挑出来的。但是呢，从另一个方面讲，我们所有的粮食，所有的比方说稻谷，为什么金色的种子，稻子、玉米都是从土里长出来的。这个我讲的很朴素，其实它的范围比这个要大得多，我为了要好理解一点。下面的生水吧，都不再继续了。下一个，这还是一个标准的一个五行学说的一个相生相克的图。相克就是顺着木火土金水，是叫顺生。相克是间隔一个，就是相克。下面一看啊，木克土，土克水，听下来啊，这个土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简单的这个很朴素的自己去想一下，火克金。这个金炼钢炼铁是不是要需要火啊？这个很简单的东西。至于说土克水，为什么土克水？水流了要打雁，这个雁是不是可以把水堵起来？其他的东西当然都火克水，水克火，失火了我们要用什么救火呀？要用大水。另外呢，这个基本特征啊，这个五行的基本特征加上书这个红范称。好，来，快一点，阁下继续上。这是木，这是火，这是讲它的基本属性。
不管是每一个属性连续几个属性继续各下分。对对对，这个这人火啊，我这个每一个最后吧，我简单的不管是哪一个，他都用一个，都用一个，与五脏相互牵连的过程，继续分，继续，再继续，再继续，这个一个图呀，大家可以详细看一下，因为说时间很紧张，这是一个五行人体与自然界的一个关系，所以说。五行上面横着的木火土金水，五脏肝心脾肺肾，就说到五行的木，你是木，就它对应的是肝，然后是心，火对应的心，土对应的是脾，金对应的是肺，水对应的是肾。五脏呢，六腑呢，就是胆、小肠、胃、大肠、膀胱。所谓五官，就是说。肝属木，开窍于木，木就是咱的眼睛，心属心为火之苗，开窍于舌，说土呢开窍于唇，金开窍于鼻，就是肺开窍于鼻，下面呢就是水，这肾开窍于耳，你说是啊，我耳聋了，那个老中医说你肾虚，那就是这样开窍于耳，这叫我耳鸣了，等等这个下面呢五化。就是爪面唇毛，就说肝脏有病没有，就是七花在爪，看你的疾病有光泽怎么样，你心脏呢看你的面色，面色有没有红润，土呢就是看你的嘴唇，肺就是看你的毛发头发长得怎么样，汗毛长得润泽不润泽等等。这个五行呢叫鸡毛肉皮骨，什么筋呢，咱的肌腱，所谓的肌腱就叫筋，脉就是血管，咱们的在平常的动静脉，肉就是肌肉，皮是 外面的皮肤，骨就是非常人体的支架叫骨头。这个五指呢，你看所有的这些东西吧，我们把五行都联系到人体的任何一个东西，下面就是说自然界的一个五季，春夏长夏秋冬，也是它对应的是木火土金水，下面的五化就是生长化收藏，五气就是风暑湿燥寒，五色就这个为什么中医看面，看它的面诊的时候你的脸色是青色的，他说你有肝病，所以说叫青赤黄白黑，你说脸色发黑，他说你肾功能不好，或者你肾虚，或者你肾怎么，不管怎么样吧，是肾脏的病。这个五方的东西南北中，东西这个东南中西北对应的木属肝，位于东方。各下面再走一个，这个看还是一个。木火土金水配合的中间是一个太极图，太极图这个阴阳图，后边呢那个是第二个是个一个八卦，这个八卦第二圈是个八卦，第三是五脏六腑，第四呢是在的天干地支，是地支，这是天干，这是最后的这个太极阴阳，所以在的阴阳云都知道，这是阳，这叫阳中有阴，阴色黑色的白色的是阳。这叫阴中有阳，这个阴阳是必须平衡才能够稳定，才能够健康。下一个，好，下一个，下一个，再下一个，再下一个，就简单讲一下啊，母病即指病即母，就是所谓。就说所谓什么叫母病即子呢，木是它是作为火的，木生火嘛，作为火的时候它的母亲一样，它有病以后可以传到子，只有病的时候可以传给母，这个母病即子指定继母的一个过程。下一个，再下一个，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啊，这个后面还有想成想无等很多的这个基础理论知识，
或者说现代应用的知识，我们在临床的时候简单的说，简单说一下，我在1981年我去，刚才我跟哪个老师交流了，我去北戴河气功疗养院去那学习的时候，那个刘文贼老师他是一个养生功的一个专家，他早已经不在了，还有一个张天歌是一个气功功专家，我那个时候是20岁，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就去了，到那以后我练养生功的时候，我当时是110斤，练过以后大约28天我是长了20斤，为什么？养生功能那时候都比较穷啊，就是81年刚解会开放以后，就说我们都想瘦人变胖一点，现在呢都想要胖人变瘦一点，形式不一样了。跟那个张天哥练那个动功的时候，就是练那个动功啊，采取那个麻布，球式的练，就是说你如果练上去了，这个球手是收不到一起的，拉是拉不开的。这中间如果说有一个很强的一个磁力，差这个磁力的话，或者差一个什么测一个磁场，或者就是大家讲那个东西，可能会坚持到一个什么东西。不管怎么样吧，现在这个感谢郭老师给这个平台给大家交流一下，其他的我的就到此结束了。